各位观众你们好啊，多谢来到肥坤频道收看肥坤的片。今天我的位置呢就在罗伯沙街啊，咁我个背后咧就系提督马路。我哋今日行下罗伯沙街啊。咁啊，罗伯沙街咧，咁就系一条非常繁忙嘅街道啊，两边铺头都好多嘅，咁啊咩都有得卖，食嘅就为之最多啊！咁啊呢月咧就两边都摆满晒电单车，咁条行车嘅路线咧就好窄啫。咁啊，由于呢度咧就市民嘅居住嘅集中點，咁啊行埋少少咧，又有好似街市咁嘅馬路，即係有瓜菜賣噶，咁啊比較多人。咁啊！呢條馬路咧，除咗翻學時間咧就比較多車，平時咧都係車少嘅，因為前面有間聖家學校咧。喺度都開咗間青州造記喎，咁啊轉埋嚟呢條街咧叫做惠愛街，惠愛街都幾長下噶，去到大興街嗰邊嘅。咁啊，呢度啊聚腳啊，好多人喺度買餸啊，買生果啊，咁啊隔離嗰條街啊仲多人。呢度開了一間美單喎，印尼小食啊，賣印尼點心喎。咁啊，呢度直出翻去咧就係竹林寺啊。咁啊，呢條街咧就又唔係好長啦。咁啊，
鋪頭都八九成開曬㗎啦，呢度啊！咁啊，呢條橫街咧就好多花檔喺度賣花啊！前面就是竹林寺，好，我哋下一集再见啊！